土大吉，请场。来宾一起动产，屏东县政府消防局林边消防分队新厅舍工程正式动土，未来将透过迁建计划改善原建物老旧不堪、空间狭窄、停车空间不足等问题，并与乡公所、卫生所紧密相连，未来将强化整体战力，提升灾害防救效率。我们消防局的林边分消防分队做这个动土的一个开工典礼，那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的前瞻建设，让我们相关的一些老旧的消防的厅舍能够得到完全的改善。那原来的林边消防分队是在林边乡比较正中心，靠近我们的图书馆，那因为也是年久建筑物老旧，相关的场域停车空间也都不足，所以我们往外面来发展。那后续呢，我们现在的新建的消防分队就跟我们的乡公所还有卫生所连在一起，将来一定可以更肩负起那个救灾防灾紧急救护维护我们乡亲生命身体财产安全重大的任务。未来林边消防分队新厅舍紧邻乡公所、卫生所等行政中心，并以在地特色融入设计当中，另外也将结合周边打造公园绿地，让整体规划更完善。未来在整个主体的建构之外，那我们还有一些周边的一些辅助的这样子的建设，包括绿美化的工程。我希望消防队跟我们乡公所这边整体的做一个规划哈。那未来这个是一个新的我们的行政中心哦，也是算是林边的新都心。林边乡现在把我们这个行政区，我们林边乡公所、我们卫生所、我们林边消防队都集中在这个区块。那将来呢，我们消防分队，我们一年半的工程做完之后，我们公所会赶快的配合发包，我们面对我们我们消防分队前面我们的大马路哈，我们赶快的做好，让我们的消防分队机动性会更强。未来基地可供消防同仁约20人使用，从人力设备都能有更好的空间与环境，才能全力守护日夜捍卫乡亲安全。听说工程预计2024年底完工，期盼如期如职，尽早进驻。记者不停张志豪采访报道。